11月7日这一天，仿佛所有的福祉与吉运都汇聚一堂，为生肖羊的你开启了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。11月7日不仅标志着属羊人运势的崭新高峰，更在财运、事业、情感及健康等多个维度上铺设了通往成功与幸福的桥梁，让你的生活每一面都沐浴在好运的光辉之下。首先聚焦于财运，这一天属羊的你仿佛被财运之神特别眷顾，无论是正财还是偏财，都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与潜力。职场上的努力与坚持在这一天终于换来了实质性的回馈，可能是上司的赏识与嘉奖，也可能是实质性的奖金与福利，为你的经济基础添砖加瓦。利用这份难得的运势，不妨精心规划财务蓝图，把握每一个增长的机会，让财富之树茁壮成长。而在偏财领域，11月7日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淘金日。你的财务直觉在这一天异常敏锐，仿佛有四方福气的指引，使你能够精准捕捉那些潜力无限的投资良机。对于有意涉足理财或投资领域的属羊人而言，小额投资或短期理财项目将是今日的不二之选，他们或许能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丰厚回报。当然，理性与谨慎仍是投资的不二法门，选择风险可控的项目，确保财富的稳健增长，避免盲目跟风或冲动决策。此外，今日的你还有可能遭遇意外的惊喜，如收到礼物或突如其来的馈赠，这些意外之财无疑为你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温馨与色彩，让你的财运之路更加绚烂多彩。总而言之，11月7日是属羊人收获满满、福运连连的一天。愿你紧握这份难得的运势，以智慧与勇气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。在观看完这段解析后，不妨将这份命理智慧融入日常，让每一天都成为你人生旅途中的宝贵财富。事业方面，对于那些需要团队协作与沟通技巧的任务，你仿佛被赋予了超凡的魔力，能够轻松驾驭，游刃有余。原本棘手的难题在这一天仿佛被施了魔法，变得迎刃而解，同事间的默契与配合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对于渴望晋升更高职位的属羊人而言，这无疑是一个展示自我、彰显领导力的绝佳舞台。在这一天，不妨多展现出你的决断力与责任感，让上司与同事看到你的担当与才华，这不仅会为你赢得更多的认可与尊重，更会在团队中树立起一座坚实的信誉丰碑，为日后的升职加薪铺就坚实的道路。若你正置身于创业的浪潮中，或是自我事业的征途上，11月7日的运势同样为你铺设了一条通往成功的快车道。四方福气为你引来了事业上的贵人，这位贵人可能是你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，也可能是引领你前行的导师，亦或是你业务版图中的关键客户。这一天的合作洽谈与业务拓展将如行云流水般顺畅，甚至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与突破，为你的事业注入强劲的动力，带来实质性的收益与广阔的发展空间。不妨在这一天积极向前推进你的业务计划，与合作伙伴深入交流，分享你的想法与愿景，你将发现更多的支持与帮助正向你汇聚而来，让你的事业之舟在波澜壮阔的商海中扬帆远航，乘风破浪。情感的世界里，11月7日同样为属羊的你撒下了温馨与和谐的种子。对于单身的属羊朋友而言，这一天仿佛是为你量身定制的浪漫序曲。在社交场合中，你将如磁铁般吸引着他人的目光，你的魅力与社交能力在这一天得到了空前的提升，
让你在人群中熠熠生辉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如果有朋友为你牵线搭桥，介绍合适的对象，不妨勇敢地迈出那一步，用你的真诚与热情去拥抱这份未知的缘分，相信美好的故事正在前方等待着你。而对于已有伴侣的属羊人，这一天的情感生活同样充满了甜蜜与温馨。四方福气为你们的爱情注入了更为稳定的能量，让彼此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与紧密。若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你们之间曾有过小误会或分歧，这一天将是你们沟通解决、增进了解的绝佳时机。不妨安排一次特别的约会，或是共度一段静谧而美好的时光，让彼此的心灵更加贴近。在这一天，你将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体贴与细腻，对伴侣的需求与情感给予更多的关注与理解。这种和谐而深刻的互动将让你们的爱情之树更加枝繁叶茂，根深蒂固。在人际关系方面，四方福气如春风化雨，悄然间为你的社交圈注入了无限活力。这一天，你的个人魅力与独特气质如同磁石，轻易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。无论是在职场的紧张氛围中，还是在日常的温馨交往里，你都能游刃有余地与周围人建立起和谐的关系，尤其在团队合作的舞台上，更是如鱼得水，展现出非凡的默契与协作能力。若你正寻求拓宽人脉的良机，不妨把握今日，积极参与各类社交活动，以你的真诚与热情，赢得他人的信赖与好感，为日后的人脉拓展铺设坚实的基石。贵人运的加持更是为今日的人际交往增添了一抹亮色，你可能会在不经意间遇到生命中的贵人，无论是职场上的导师，还是生活中的挚友，他们都将在你需要时伸出援手，为你指点迷津，助你跨越难关。在人际交往中，多展现你的真诚与善意，用包容与耐心去建立更深的信任，尤其是职场合作中，这样的态度将助你赢得长久的伙伴与友谊。在健康的田野上，11月7日同样为属羊的你播种了希望的种子。四方福气带来的正能量，让你的身心状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平和与活力。这一天，你的精力充沛，是进行适度运动的绝佳时机。无论是漫步林间小道，还是慢跑于公园绿道，亦或是沉浸在瑜伽的宁静之中，都能让你的身心得到充分的放松与滋养。不妨借此机会，为自己制定一个长远的健康规划，从饮食到作息，从运动到养生，都做出合理的安排，逐步培养出良好的生活习惯。福气的庇护让你特别适合在这一天尝试一些养生之道，如享受一次舒缓的按摩，沉浸在温暖的泡澡中，或是品尝一些滋补的美食，这些都将为你的身心平衡增添一份助力。在心理健康的花园里，11月7日的你情绪稳定，心态积极，福气的浸润让你的内心充满了祥和与满足。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与压力，你能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去应对。不妨利用这一天，进行一次深刻的内省与反思，回顾过去的经历，规划未来的方向。这样的心境调整，将让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更加从容不迫，也能在关键时刻做出更加符合自己内心的选择。尝试一些放松心情的活动，如沉浸在书籍的海洋中，或是通过冥想与音乐疗法，进一步提升内心的平和与宁静，让这份平和成为你面对生活的力量源泉。11月7日，对于生肖羊而言，东南方与西方是当天的幸运方位，这两个方向仿佛开启了通往好运的大门，引领你走向更多的机遇与支持。在色彩选择上，白色与紫色成为了你的幸运色，
不妨在穿着打扮或是日常配饰中巧妙融入这两种色调，它们不仅能够提升你的个人运势，还能为你的气场增添一抹亮色。在办公环境或家中，也不妨点缀一些白色花卉或紫色饰品，它们如同小小的能量石，默默为你注入正能量，引领好运连连。这一天对于生肖羊来说，是启动新项目、做出财务决策或是深化人际关系的绝佳时机。四方福气的加持，让你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稳健，特别是在合作与财务领域，你将收获意想不到的佳绩。然而，也需注意的是，高风险活动如长途旅行或大额投资，在这一天并不适宜，稳健行事方能确保好运的持续。若有短途旅行计划，则不妨把握这一天，它定能为你带来愉快的经历与满满的收获。11月7日对生肖羊而言，是四方福气汇聚的吉日，财运、事业、情感与健康均呈现出积极向上的态势。这一天的好运不仅让你的生活洋溢着祥和与喜悦，更为你的未来发展铺设了坚实的基石。愿生肖羊的朋友们在这一天里能够敏锐感知福气的降临，紧紧抓住每一个机遇，让未来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、美好而充实。